且他很很可恶嘞，有一个地方竟然写什么限购两瓶啊。啊，拿掉了，拿掉了。那时候那个生产来不及，所以有限购。起码没有了哈。哪一个？集中集中啦，集中集中啦。陈延元。对啊，那个是西罗的。那个西罗在地的品牌啦。对啊。比较没有打广告，所以知道的人比较不多啦。现在台北应该只有我们跟李仁在卖。哦。鱼翅哎，现在得给他下手了、啊哦。没有、啊，我等一下会再回头。我现在一直走，我拎着重重的。我跟着。你买了寄在老板那边，等叫过来提供。对呀、啊。他来的时候，他那一天是什么天？是除夕。哦。我在这条街呢，1997年开始走，有很多人告诉我，蒋经国曾经到我家来跟我拜年。我听了以后马上就肃然起敬。那我就问他，你有没有照片？没有。就空凭他一句话，蒋经国到他家拜年。后来我看到这个才知道，蒋经国是带一群人来整个迪化街啊。后面是你跟回啊？后面对啊，右边那个。他是台北市市长。